BMW 四系嘅 Cooper 最近又有新成员到港啦。作为车系入门型号嘅全新420 iA Cooper， 唔单止冇忽略到性能同埋驾驶嘅趣味，搭载 2.0 公升引擎嘅佢，零至100只需要 7.3 秒啫，油耗更加低至每百公里用 6.1 l。 而代理仲话，而家推出新车限量优惠，净系需要加18,900年税就可以拥有电动天窗同埋泊车后视镜头等等嘅豪华设备，足足悭咗超过18,000元啊！而呢一架新车当中都具备有行车模式调校功能，当中嘅 Eco Pro 模式就能够藉住调节油门同埋波箱嘅反应，进一步提升燃油效率。再配合埋引擎怠速自动熄火功能，厂方就话最多可以减却20%嘅油耗。目前代理更加将双驱恒温冷气、多功能加减波、真皮钛环、氙能头灯以至到前后泊车感应系统等等列为标准配置，设备相当齐全啊！